像我们认识一周年，你记得来。对，我想一下，我要来做什么嘞？这都有点尴尬。看看你都有黑眼圈了，是不是想我想的？我觉得可能有。哎，真的吗？我以为我不能够好好放纵的，宝贝，有一点性感。这么大谁受得了？这一块不能吃醋。我还没有看过，说实话，非常的紧张，其实。我喜欢你。